了啊。啊？走走，那不是懂礼貌吗？来，咱们讲礼貌树新风，这是。哎呀，打个招呼。我突然感觉我有点肚子饿了。其实我早晨只喝了一点粥。哎，你吃的啥？那不就吃士力架吗？不吃。那水果，水果。水果还行。来，水果给我吃一点。是吧？水蜜桃。都行啊，给我随便拿一点。桃补点维 C， 补点维 C， 谁这么好啊？算这条路两个皮卡遇上过不来，费劲了就，都两米多那个快。快到了啊！对，还有五百米。哇，要回家了。哇，啥玩意又倒了？没事，甭管啊，行。嗯，这是咱们大马路上坐着乘凉呢，小胖跟多危险。哎，哎，过去，哎，走过了，过了，哎，中央普村，中央普村，录一下吗？我应该在这再拍张照片吧。我把车停下啊。我听这个小路上，进小路里。嗯嗯嗯嗯嗯。啊，我想去拍个照片。等会儿，这不行，这土路，我把车压。中央普。啊，那你把车。车停这儿。停在这里。啊！吓我一跳，我以为是鞭炮呢，原来是压的石头子儿。嗯，走，给我拍一张照片。还有一只断臂轻轻在歌唱。哎呀，这玉米杆这么高呢。哎，这味道。来。中央普村。啊，就这个村就是我小时候长大的村。老师站在这儿再介绍一下，请问李玉刚老师，你来自于哪里？我来自于吉林省，我来自于中国。吉林省公主岭市朝阳坡乡中央普村。对，我小的时候就在这儿出生长大。拍一张照片。这前缀太长了。对，我得介绍得清清楚楚。对，小心车哈。小心车。中央普照片拍了一张，给我拍一个短视频，李刚。好，来，设计一下呀，怎么拍？我就从这儿冒出来，可以，可以。主要还是介绍一下这中央普村的。因为我在拍马路，然后突然间，老师你出来了，然后啊好，来吧，随意拍了，对对对，留个纪念。好，哦，原来我家这个石头什么时候放的都不知道。现在说明啊还有钱了，然后有个这个石头。对，来，走，拍哪儿呢？来拍这儿，这是我的家乡，吉林省公主岭朝阳坡乡中央普村。吃话？没有，吃话。你说你他那个声音太大了。那没事，有大我不就越大越反差，声音越大，然后他不就更真实一点吗？对呀，啊。行，这个行。想想。好吧，走了。哎。进了好几个苍蝇，是吗？啊，能吹出去？谁吹呀？让裴刚吹吧。东北的这个农村啊，夏天太舒服了，凉爽不？凉爽，凉爽极了。马上到了，我就不系安全带。
缸，反正是。是直行还是右转？不是，直行，前面就是那边李伟哥。这不就五哥吗？二。哦。这不俩伟哥吗？呀哈，二伟。哎呀，呀，俩伟哥都在这呢。你那个往前停，往前停，然后在那儿挑个头回来。那我们先下吧。先下也行。我们先下走，我看看你们。你挑个头停我这儿。解锁。好的。玩扑克呢。啊，好好。哎，哎呀，这个干啥呀？排骨啊，买了吗？排骨，是吗 ？Hello， 哎呀，炖大米吗？咋的？刷锅呢？大哥，你等我画画去吧。哎呀，我想干个活嘛，是不是？一会儿门关呀，门关呀。不是，一会儿是在这儿做还是在里边做呀？在这儿。为啥呢？就排骨在这儿做，其他菜在里面做。为啥排骨咋不在院里呢？就院里有车吗？院里头啊，没有车，院里头要么整屋静烟的，是吗？我给他找个好地儿啊！哎呀，买老多东西，舅妈啊！来，嘿，师傅走吧，走吧。中午人，这谁开过来的车？是那个长子你二哥的，长坤的。行了，你们玩吧。啊。这大县长干嘛来了？是。啊。有道儿。你们玩。哎呀，咋样恢复的？还行。还行啊。哎呀好。那就好好的恢复，嗯，还可以，嗯，过来，啊，小孩不能上镜啊，你们玩，妈妈，我来了，来了，啊，吃康乐果，康乐果给我吃，拿吧，啊，有，没事，是吧？进吧，我又买老多东西了嘛啊，今天吃不了就给他们留的。包括买了烟，买了酒，烟拿那儿，买的大窑，妈，你看好，买这些东西归你分啊。哎呀，啊，这这片这是不是咱们？都是啊，园子里。上面家是多少钱一条的？190多。这是抽水的是吧？对。现在啊，没水了。现在你看人家扎皮都已经那什么了啊，都已经十大缸，我们不用冰镇就是用这个水。我摸一下啊，还挺凉吧？对，对，这是都是农村的水。妈，康乐果呢？拿屋子拿了。哎，走那啥，看看柿子。啊。熟了吗？有的熟了，有的都摘下来了，熟了。啊，我摘一个吃吧。这个可以再熟两天再吃。嗯。这个呢？呀，那熟过了。这熟过了。哎呀，都熟过了。不行。不行了。扔地得了。那我想吃一个啊。康乐果。康乐果啊，你先吃一个。那我不要给你。有没有？不知道啊，快没了吧。这叫康乐果呀。嗯的，老长一根儿。你给。老长了，我还给你买士力架来呢啊。我的没听。一个小柿子得了。没听说过，吃一口吧。嗯，不好吃，反潮了，反潮了。不好吃啊！不好吃，这个洗洗去。还有啊！妈呀，等会儿又吃一脸了是？嗯，等会儿就吃脸上。这柿子咋样？西瓜，西瓜买了两个，买两，这个是得30斤。这咱吃个柿子吧，这软的冻的可好吃了。我不行，我看你饿了。我等会儿。柿子啊，你们吃点柿子，吃点黄瓜。嗯，拿点盐。给，这个反潮了。不要了，康乐果不好吃。康乐果吃反潮。要不要先切个瓜？啊，切吧。啊！你一吃东西，观众蹭蹭蹭蹭蹭，一下13万了。
好吃。好吧，排骨，哇，今天炖排骨。咋了？吃吃吃，这我刚才买的。对，给你。你们吃，你吃一个去。那康乐果别吃了，反潮了。谢谢。吃这个，扔它。吃点这个。嗯，你吃，你吃。嗯，我没吃。我给你们放点。这也太甜了，给他们去。那我再给你们整一个。这扔了，当肥料了就。然后再一点装我的。行了。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播一会儿呗。大家说，等会儿做饭了想看，一会儿做饭再给大家播呗。那就断了。哦，那就断了。嗯，那再播一会儿说啥呢？唱个歌。公主领上。给你两盒盐。给谁？啊，给他呀。等会儿，我给他搁兜。我妈还惦记他呢。那他搁咱家住，他就是咱家人。那是啊。妈，你给大家唱一首吧。唱首啥呀？啊，公主领上。领上公主，公主领上，白山黑水。我的家乡，我就会这么几句。老师姐，不错。老师点评一下咋样？这个选手呢，我认为他发声的位置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年纪呢稍微偏大一点，没有什么培养的这个空间啊。但是我是希望他能够自由自在的、快乐的，然后完成他的音乐梦想。嗯啊，要我给他打分呢，十分的话呢，我给他打六分吧，及格。好好，我认为这位选手会不会生气啊？嗯，但我相信他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嗯，你把他叫出来，嗯，再唱一首。嗯，好好好。那位选手，阿姨呀、啊，哎，妈妈呀，还得唱一首，不行。不行，粉丝让你唱一首。快点，来吧。唱一首。唱哪个呢？你想唱哪个？你最喜欢唱哪个？我现在都忘了这歌。现在歌全都忘了，唱个。唱个爷们儿，给让爷们儿给唱出来了。爷们儿给唱。唱个爷们儿，唱个啥呢？我给你留个性格，待着太大了，这里不行。不行啊！不行。上到那开花那个。可以啊，可以。一道道的那个山，咱俩不是一个调，你比我高，我妈是。一道道那个山来呀。一道道随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不会了。哎，来，千千千千家，千家万户，哎呦，把门开，哎呦。快把那亲人迎进来呀，热热呀，热腾腾的油糕唱，热腾腾的油糕，哎呦，端上桌，哎呦，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呀呀呀呀呀，哎呦。好了，好，掌声鼓励。好了，啥玩意就好了。这评委还没点评呢，这首怎么样？哎，直播间加了一万人。孔东东，加了一万人，点评一下，来到我这儿来。来来来，点评一下。嗯，就是刚才这位选手，你认为怎么样？客观的点评一下。就是有点太年轻了。老婆啊，太年轻了。咋的？咱们这节目隆重培养是80岁以上的最以下新生力量的。像我，年轻是错吗？刚才这位选手唱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么年轻还会这么老的歌，挺难得。哦，那你这么老，给大家唱首年轻的歌，反差一下好不好？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然后呢？下句什么词来着？种小小的种子，开大大的花。软仁，我最近老是胃疼。我不吃。好吃吗？好吃着呢。你尝一个。哦，这个。哎呀，你尝这个，等会儿，等会儿。老酸了。
哪里来的烟儿呀？酸吧，好吃，还行。行刚才我干妈唱歌的时候烧好几千里，我给他算了一下。真的吗？妈，刚才你唱歌的时候，粉丝们给你刷了好几千块钱礼物。哎呀妈呀，那我就得吃啊！那我还得唱啊，是吧？对，喜欢你。喜欢我、哦、钱不重要，喜欢你以后来个男女对唱吧，都给到别人。男对唱哪个歌？男女对唱的。你跟孔东东唱。来，敖包相会啊！哎，敖包相会，站一起，站一起。男的也唱，女的也唱呀？我也不知道啊。卖钱咋的？是我也多了。十五的月亮升在天空上，你先唱，我妈先唱。是我的月亮。上上了天堂呀，起高了吧？不高，不高，就这一段往下。起高了，不高不高，挺好。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只有秀动你？来，唱，继续，耐心的等待，耐心的等待哟。只要动你耐心的等待哟，你干嘛一会儿就到来了？你脱口秀啊？脱口秀，歌中里边的脱口秀。能接不上？那咱俩唱，那不是也都能来干妈高兴吗？这个调。男的也接不上去，女的也接不上去，是吗？你看，高，我妈被称为这个村的彩蛋卓玛，彩蛋卓玛妈呀！不是，你得这么说，你说我妈说的，你说的，嗯，是成那个啥？是我说的，中央普村的彩蛋卓玛。行了，现在16万人都认同了，可以。现在不是了，现在你是中央普村的我妈一彩蛋卓玛。你俩现在发型像。我妈一说给刷礼物，马上就唱了。对，看来也会唱。妈，你谢谢，也乐唱，我也唱不好。谢谢粉丝。你看人都说唱的好听，是吗？你看，也还得唱。是吧？你看，好听好听，还得唱。嗯，人家不管唱啥样，人喜欢呢。是，喜欢你唱吗？嗯，那再给粉丝们唱一首，来一个，再唱一首，再唱一个《北京金山》让。好，刚才唱一遍了吗？站紧一点。来，第一遍这儿了。站紧一点。来。没有，今天没唱。来吧，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照亮。我们迈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巴扎嘿，妈说一声我爱中国，我爱中国，我爱我的祖国，祖国，你说我爱我的家乡吉林，我爱我的家乡吉林公主岭朝阳坡中央府。你看我妈还真是的，你看她一跟粉丝见面，粉丝就人特别多。其实喜爱，你看孔东东一上，马上就掉人，完了又满，是啊，是又掉了一万人。没有没有，应该是我掉的，我下来的。相声对，是我好几年。东东，咱俩唱哎妈，这里有个虫子。虫子吃了，我吃了一半啊，没事。妈，一个虫子正爬呢，在这里我给吃了一半。蛋白质，还真是啊，蛋白质，没事。你现在不吃虫素了吗？那个补充维生素啥的，这个就行。啊，一个爬子这么长，虫子有一半我吃进去了，剩这，哎呀，不行。那西瓜子怎么？快吃个西瓜。崩溃了是吧？啊。妈，那虫子有毒没呀？没毒，有营养，高蛋白，高蛋白。那我再给它捡回来去。嗯，东东，咱俩尝一口。你到云南，你到云南就是这虫子来，国色天香，都砸了吃。国。日出生，明月上霜。你唱吧，我就唱那一段啊。多妙美，凤冠陪你唱，你大地。
给我就上扎米安这段得了。行啊，你唱。还有满堂红明觉登场啊，满堂红明觉登场，我正装开家配银枪，十八里十八般武艺，十八般武艺威风亮相，云淡大地的地浪，山谷雷喊声天响，刀光剑影里荡气回肠，情不知所起，情不知所起，一往二深，牡丹亭。来，驸马爷，近前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的三十二岁了，壮过当朝，驸马郎的齐君王啊，庙皇上啊，回国男儿赵东闯将壮志家，只在那夜的大堂啊上。哦，要尽了压官的伟大壮。你好，来，掌声，掌声，掌声。好，好，好。这是我发小，这是我发小。啊，我们做夜场的时候就在一起。啊，没别的优点，就嗓门大。嗓门大不是优点吗？啊，你也要上啊？我不上，你上不来吧？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容易倒，就你这体格。是，那是。晃了，这墙晃了，这墙三十多年了。是刚才晃了，我看到了。万里长城好几千年了，也没倒啊。啊，那倒是，他那个抬杠，这是在这个村是数第一的。中央普抬杠王。啊，中央普抬杠王。来吧，再来一首吧。多少人了？多少万人？15.5。哇！你看我唱之前10万人，现在是马上再唱一首20万。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会儿吃饭他该灌我酒了。他说有5万人是他的贡献。啊，还有个特点，酒量巨大，1/3。啊，你看培刚，王老师现在特别注重我的造型啊。王老师不管有用没用讲两下，哎，给他介绍一下。孔东东呢，你们可以加一下他的微信，加他微信。东东要出示一下微信吧，关注一下他的抖音号。是吧，然后他的代表作叫做爷们儿，很好听啊。孔东东啊，爷们儿这首歌想当年也是他在北京的时候，然后玉泽东方帮他做的一首歌。来吧，孔爷们儿爷们儿，流泪不让人看见，所有苦藏心里面，我的朋友最近有什么改变，笑着说一声再见，走遍天涯也怀念，不敢回头，刻骨铭心的柔软，总是会好久不见，相拥却依然温暖，江湖总会再擦肩，喝一杯肝肠寸断，爷们儿就要勇敢去承担，因为我要变成你的山，悲喜总不会写在脸上，是个男人就不敢抱怨，爷们儿就要勇敢去承担，辉煌是对失去的祭奠，爱了散了弹指一瞬间，是个爷们儿，无悔也无怨。最后一句还得重复一下。是个爷们儿，无悔也无怨。好，怎么样？厉害厉害！孔东东的歌声，无声卡演唱吗？啊，无声卡。哎，就是这种无声卡，我在这儿都，像我这个嗓子，没那么大共鸣。你得去那，我得特别用劲，用我的丹田之气啊，去地那个哪儿地下通道，去厕所。满堂红，明觉正，明觉登场，我正装开家配银枪，我得是丹田。像他不用，他那个嘴呀、里边的空间特别大，嘴大吃八方。今天晚上买那么多熟食，大多数给他买的。哎呀，我今天没他买那些熟食，你又买，不是买啥了都啊？
肘子、耳朵、干豆腐、五香的。完了，五香干豆腐是我最爱吃的。哎，我吃个西瓜。都买了，然后那就是我也买了，你也买。对，我买完了之后呢，吃不了就让他们放在冰箱里，是不是都有冰箱？吃不了就让他们大伙吃。我是彻底买成了，咱也买桌吃吧。不吃了。妈，这饺子能不能倒啊？妈，这个倒不了。不能倒，反正冬上去够呛。是吗？刚说不能倒，一看耐冷了，你再拿一个倒。嗯，往地里扔呀、啊。嗯，就随便扔哪儿都行。等会儿就捡了。哎呀，不是扔在里面就做肥料。扔肥料。嗯。这是三块砖的墙。OK。嗯，不吃啊，倒不了。现在我家乡这个西瓜真是便宜了。嗯，有蚊子没有？好像没蚊子。没啥蚊子。嗯。公牛产西瓜吗？晚上有蚊子吗，大嫂？晚上有，少不多。不多哈。嗯。凉吗？晚上，大嫂？晚上啊，晚上还行，还挺凉快。不热是吧？嗯。盖被吗？睡觉。晚上开窗不盖被。啊，啥地方七月份需要盖被啊？粉丝说想听万江，万江呀，能记住？能记住啥人吗？记不住。我问，我看啊，看歌词。伴奏，给我找一个。你找一个伴奏。啊、我还买了呢，大宝。嗯，造肥料啊。嗯。我给你放，我走。多少人？16万。一说要唱万江，蹭蹭蹭往里进。今天20万，咱们就结束哈。好，20万。开始了。最大声了吗，飞哥？最大声了。是不是你那手机比我声音大？我这个啥大呢？听哪个大？偏了。我让他这个大。啊？哦，你说来粉丝了，哦，那就让他们在外边一会儿，啊、哦，一会儿出去呗。这是原版的编曲吗？谢苍天，只谢一角日月悠长，大大地。菊花一雨山雨和无恙，观万古上下五千年，天地供养，为炎黄心坦荡，一身到四方。唱的对。福禄光一砖一瓦，岁月尽红香，残枯荣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成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飞花下展锋芒，道路在盛放，红日升在东方，七大道满霞光，我和七星神与你怀，成一脉血流淌，南东荡福共享，经历了凄凉，如我万疆一人爱，千年不灭的信仰。哎呀，如流光一砖一瓦，岁月尽红香，看枯荣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
成大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人烟荒，战锋忙，道路在前方。红日升在东方，旗大大满霞光。我何惜心生与你怀，成一脉血流淌。南通当福共享，挺立起了脊梁。吴国万疆一人爱，千年不变的信仰。红日升在东方，旗大大满霞光。哎呀，无声卡总算唱全了一首歌。嗯，哎呀妈！哦，刚才差点到二十万，是吗？然后底下有人说快到二十万了，别让他下播，往出走。现在多少吧？现在16。16。嗯，刚才就差一点。差一点是多少？17、18。18多，19。是吧？嗯。那其实我们都是自然流量的粉丝。对。嗯。所以我相信大家为什么说愿意看今天的直播，就是因为现在工作好像是这个步伐节奏都太快，大家一想说通过我今天的直播看看农村的这种山和水啊，树和木啊，好像是一种自然的。上回在家播是啥时候？冬天吗？过年的时候。对，所以我基本上回老家几乎差不多每年两次，夏天一次冬天一次，就回老家直播，就是给所有喜欢热爱生活的，还有包括我的粉丝介绍介绍我的家乡吉林公主岭。寒假一次，暑假一次呗。寒一次，暑一次，寒来暑往。嗯，哎呀，做没做饭呢？做饭让大家看一看。啊，做的，他告诉你做呢。做呢，正在做的。哦，这谁家孩子？这个是我二表姐的孙子。二表姐管我叫啥？舅老。管我叫舅老。啊，舅老。王伟的二。啊，舅老爷吗？老二。对啊，舅老爷。舅老不是女的吗？舅老爷。没，别着急，舅老爷马上给你找舅老。人家省略了一个，你这真较真儿啊，舅老爷。想听贵妃醉酒了呀。又点歌了。又点歌了。陈淑云女士，快点，粉丝呼唤你呢。干妈，拿上白酒出来。点歌了。啊，对，一壶老酒。一壶老酒是点的，我是新贵妃醉酒。来，陈女士，点贵妃醉酒，唱一壶老酒。啊，点你唱的是一壶老酒，点我的是新贵妃醉酒。我都不会唱，你不大伙介绍我吗？哎呀，大家喜欢听嘛。啊，对呀，又不用买票，大家没有门槛，大家通过这个妈，你就给大家唱一唱呗。C位，来 C 位，席位，来 C 位，这是 C 位。啊，我们俩是伴唱。这歌词。能看见吗？能看见吗？看不着，看不着。放大，我给你找一个，找大放大的，找一个大字的。一壶老酒。下面一壶老酒由陈女士为大家带来。啊，陈云女士。陈云女士。这回呢？喝一壶老酒开头。还是大不了哈，你这样放大。没事，我有办法。来，我给你找。我有办法啊，别着急啊。说我吧。得给你东哥学呀，不要着急。能把字体放大？就是，哎，截图，然后跟安卓不一样。你截图完了在图片上一放大。对对对，这个截图。好，耐心等待啊！来自公主岭的陈云女士。你看，哎，你这，这大，这大。嗯，能看清吗？喝一壶老
酒，让我回回头，回头啊，望见妈妈你泪在流。每一次我离家走，妈妈的手儿出家门口。每一回我离家走，一步三回头。喝一壶老酒啊，醉上我心头。浓郁的香味儿啊，再也就喝不够。每一次你千叮咛，妈妈拉住了儿的手。每一回你万祝福，儿在心中留。喝，不唱了。他唱不上去了。这喝上这壶老酒啊，来。喝上这，可以。喝上这壶老，不会唱。没有没有，喝上能是可以，马上马上。喝上这壶老酒啊，醉醉上我心头。在哪儿去了？让我用词，没词了，这人带偏了，阿姨，这块不用词了，这块不用词了，这块把手机拿走，你老看词儿，粉丝不是很满意啊，认为这样的有作弊嫌疑，就对着镜头唱，对，来，喝上一壶老酒啊，壮志未酬，喝上这壶老酒，总笑两难求。喝上这壶老酒，那是妈妈你娘的酒，千折百回不回头啊，我大步地往前走。好，哎呀，这也唱得太棒了。哎，别走啊，跟粉丝打个招呼，说谢谢大家才能走。人家背后都死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见了。陈云律师，采访一下，你是怎么能做到这个嗓音这么高的？这是妈给的啊，父母给的，有天赋。我也是妈给的啊。不是，你是不是？那陈云女士，你作为七十多岁的这样的一位一个，那怎么呢？现在声音还那么洪亮？你这么一唱，十里八村都听见，是怎么做到的？我们这大伙儿就是包容，看听听我的歌，对我的包容，这是唱的啥呀？还想听？大家好好好，好听好听，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再见。好，去做饭去吧。啊，着急做饭呢。对，一会儿就给提了过来。一想，哎呀，这火谁烧啊？嗯。排骨谁炖呢？哎呀，喝一壶老酒，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滴滴答，还是闷呐，闷，嗯，闷热，这么凉快还闷，你们闷吗？热，热，太热，你看我脸。是吗？我天哪，我们真不一样，我就感觉这天简直太舒服了，太热，比北京好多。嗯，看这块儿，这大块儿，行。哎呀，在哪儿呢？真是啊，在哪儿？看不见吗？都在我心里。力量，这就是力量。你们写个块儿，肌肉块，肱二头肌写上，巨大的肱二头肌写上，都在我心里。没唱够啊，再来一个。哎，陈女士没唱够啊，再来一个。跑了跑了，陈女士一会儿还能来啊。爱唱说梨花颂，梨花颂，梨花颂，点的都十，刚才18.9，现在18.4。哦，嗯，就突破不了20。刚才阿姨唱歌那会儿人数最多，是吗？嗯，你看，我们都不如一个老太太。是啊，我妈要直播应该也挺厉害的啊。是吧？那嗓子可以，是吧？对，当打之年，真是。把那歌词都给她写上，跟大家聊聊，聊完了之后唱一首。哎呀，其实我就这一个妈妈了，我其实
说白了，希望他开心啊！你给每个儿子都一样，给甩点粉，点点关注。开个直播，每天有点事干。其实我这一次回来就是陪他嘛，啊，陪他回老家看一下。正好过生日吗？谁呀、啊？我的生日从来都不怎么过，也就是粉丝会想起来，那粉丝心里头有，啊，感觉哎我过生日了，要不然我是很少过。嗯嗯。粉丝因为心里有我，每到我要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就惦记、张罗啊。对，嗯。还播？再播一会儿呗，都想看做饭。做饭啊，嗯，那就做呗。外边火着了，保留节目，咱家火着，咱家跟别人直播间不一样的就是做饭是保留节目。来，走，做饭去了。去一年不油，脸油不油啊？我挺好，挺好。村里面这会儿这个光自然，有粉丝追来了，得照相啊。啊，我得保持最好形象啊。啊，他们有说镜头有点模糊了，擦一擦。哎，你镜头是有点模糊的，擦你擦一下吧。擦一擦吗？啊，好，我擦一下啊。啊，是。啊，拍个照片，拍个照片吧。啊，已经有粉丝寻起而来了，对吧？闻着味儿来的。啊，闻着排骨的味道。啊，闻着排骨味道。啊。今天怎么样？中午喝点小酒没？喝了。晚上再喝点啊。行，我去跟他们拍张照片，你等我啊。这回好像多半年没来了。是，多半年没来了。啊，这小两口开着车过来的。行了，来，从哪儿来呀？老乡，长坡的。啊，来吧。很感谢，谢谢你啊。好，来，手机给我了。咋来的这么准呢？老乡嘛，啊，就是这么巧。来，啊、一边一个。啊，你们在长坡山里吗？是，我们是农村的。哪一块啊？岭三河。啊，三河我知道。啊啊，我去过。很感谢你啊。来啊，不客气不客气。来这啊，看着点啊，一、二、三，来啊，一、二、三，好。哦，谢谢。咱俩结婚的时候说话吗？啊，这个不说了。那个、哪对，那个便利姐是没事，谢谢啊。那你们抓紧回去吧。好了，谢谢。他晚上吃饭了，也不打扰你们吃饭了。不打扰。行，谢谢。再见。没事没事。来来来，做饭。没事没事。好，谢谢啊。你掀个锅盖看看吧，里面炖的啥？啊，点点火。别烫着啊。不，现在不能掀吧？掀了能掀。能掀吗？你别烫着啊。我还是点点火吧。玉米棒，对，大家猜猜我们做的是什么？嗯，你们是看抖音知道了？对，我正在看抖音。啊，我有意识。嗯，一会儿要吃鲤鱼缸炖的排骨。天哪！我听说一会儿要吃鲤鱼缸。吓一跳！哎呀，土豆，这么多土豆，排骨还底下是排骨，在下面呢。啊，排骨在下面呢。我应该豁了豁了呢，别豁了，别豁了，不豁了呢。啊，不能豁了。对，啊，对对对，土豆一豁了就完蛋了，对，啊，是吧？走吧，咱俩走。哎呀，啊，再见哈，拜拜哈，谢谢啊，好，拜拜，啊，再见。神奇。哎呀，总往前溜达溜达。来吧，拍一张。来，你帮我照一个。来，来，看这里啊。二三，来啊！一二，好，热不热？太热！哎呀，闻到香味了，土豆！哎，再给大家看一看，我感觉闻到香味了。我咋闻不到呢？啊？你现在二阳还没恢复？不是。哎呀！哇呀！啊，感觉怎么样？闻到香味，好兴奋！太香了！啊。真不错，还是回家好，回家开心哈，你们回家吃的好。你是啥手机？是华为的啊？华为。哇，它有充电宝啊，有充电宝。你们要干啥？找充电器。找充电宝呢？我脱了衣服都。啊？净湿。那你就穿这个挺好看的呗。啊，这短袖挺好看。走啊。院子前边溜达溜达呀！别说话，别说话，19.9万了啊！19.9万了，19.9万了，快往出走，快往出走，突破20万，因为大家。
要大家都要看吃的。十九点九万了，完了。因为现在你知道到饭口了，只有一放这个，大家就馋了。哎、对，不是，这也没放排骨啊。对，排骨啥的，排骨在底下一会儿不烧糊了吗？拿个那啥。哎，能豁了吗？现在不能吧？不带糊的呀。啊，不带糊，不带糊。啊，糊不了。咋不糊呢？啊。怎么样？这太好了。用天火吗？不用天。太香了。天吗？哦天，太香了。我咋啥味儿都闻不到呢？真是。你鼻子、肚的味儿、鼻炎呐？啊，有可能。排骨的味儿已经有了。有了呀。啊，我太爱闻这个。这味儿，这还有柴夹杂的柴火的香味。不是这个火，你拿煤气烧不出来，做和烧不出来这个味道。为什么我们回到农村老屯都必须用这个排骨炖土豆啊、炖小鸡儿啊什么的？我再给你收点去啊，收点吧。来吧，二十一万了，21万，真过了二十，真过了。哦，看看农村的这个排骨在底下呢，排骨在底。我现在豁弄可以吗？可以。不是这小呢？这小了。慢点，我去搂了底豁了，底下全都是。三 Q。哦。让大家看看，哇，排骨在底下。哎，这下我闻见香味儿。闻到了啊！哎呀，他说不带糊的。不带糊。为啥？它不粘吗？不行，我怕土豆粘呢。哦。不带粘的，底下根本就没有土豆。对呀、那我现在一豁，那土豆都下边去了。这会儿就不会。我担心啊，所以一般就不火了嘛。对，我还是把那个那啥。哎，你当铲子在底下搂一搂，别让它别搂底就行，你搂一搂底就行了。没事，这会儿应该不会粘了。土豆闻到香味了吗，大伟哥？香。尝尝咸呗，我尝尝哈。慢点，这勺子烫。我知道，我知道，我得吹。你说没事，我让你尝。哈哈哈哈哈！你把嘴烫过，完了吃不了。挺鲜啊，好啊，咸不咸吧？好像稍微咸一点，咸一点没事儿，那没事，多喝水呗。对，就是喝水啊，咸一点没事儿，总要找平衡。还得炖多长时间啊？再炖一会儿。大厨，20分钟。大厨，哎，不割了。他这苞米这小呢？苞米棒子。不是，那也不能这小啊，同志啊，同志，他们帅干的，来，今天再弄吧，还得20分钟呢，大概，还得多长时间？10多分钟，十多分钟就好了，走吧，我们上那边溜达溜达，屋里做啥呢？咱看看去吧，走，屋里就是菜，哦，屋里都是那啥切的，我看看，走，屋里是炒菜，今天把吃的给大家介绍介绍。今天主要是监工。你管我叫啥？舅老。啊，他都舅老爷，但是他们都省略一个字儿。舅老。啊，他也管我叫舅老爷。舅老。以后得叫顶。哈哈哈哈哈！是顶上了。哎呀，现在是啥时候的玉米呀、啊？这是、啊、现在是早苞米。早苞米啊！现在是那个今天呼没呼点早苞米啊？一会儿呼。那谁是王海军吗？啊，不是，有些熟食咱吃不了，这给你们买先留一顿两顿的，能都吃得了吗？咱们都整上了。是剩下再说。剩下再说吧。剩下再说吧。这啥肉啊？那是鸭子，是什么？能，是吗？刚才我撕的，来给我的。啊，我又跟那个脆。哎，老师，孔老师，让孔老师，他就说他这。说人鹅硬，我都听着了。鹅硬，硬到底了？应该不硬。孔老师上厕所。孔老师呢？孔老师上厕所。哎呀，味儿不错。那个吃。人家就说这个好。哎，说相的，摄像的不能偷吃。他家味儿挺好哈。摄像的也饿呀！你得再拿那个纸。嗯，是挺香的。多少道？这还是有。吃啥补啥。这是啥呀？那个什么？这豆皮儿。这个香，香吗？煎了，放水了，到时候放水。你家有冰箱吗？有。到时候这放冰箱就不能坏了吧？不能。冰箱、衣柜都有。猪肝。猪肝，我平时这些东西吃的少。
你看在这个空间，你在这儿，看你都吃素了，给你整点土豆片、土豆丝儿，吃荤，开荤了。浴空间我只有两个，一个豆腐皮蛋，干净的一个土豆片，白圈，还有一个西红柿炒蛋。你那苞米，刮干净往那个排骨锅上面排一层。那不有油锅吗？味儿不一样。我最好的味儿。不行，油空间。没事，走就走了，老婆，是不是啊？今天都外边那个冷，又不吃辣，到这屋里更受不了，那老热了。那大家从哪儿来的？搁那里的好吗？我妈买的。不是师傅，现在都没人吃这些。那别整了，买的时候是。鲜的啊，活的啊，活的。买的那卤过、哦，那还行，好吃吗？你尝一下，好吃。哎，你不说它会硬，你尝硬不？你尝不？你尝个。好硬啊！吃骨头，吃骨头。嘴硬。你嘴够硬的。怎么样？还行。它是腌的好啊，还行。不是，这它得有点小嚼头。我老姜推荐过，不用下锅。哎，这怎么像吃席的西红柿？下锅吗？哎妈！这一块是得来一盘。我以后结婚就这样，就正席。那我就不能嘴里了，你就这几个菜啊？嗯，你这几个菜，这样嘴温暖。哎，我没吃饭，吃饱了。行，可以离开这屋了，可以离开这屋了啊。可以离开这屋了，你别再吃了，你一会儿还得喝酒呢。不让吃了。节奏。去村里逛逛。妈妈今天开心不？开心。开心就好啊。嗯，不行，有点噎着了，给我拿个。拿个水。水。喝个大窑也行啊。哎，培养整个那大窑，啥味儿的？咋样了？太好了，太好了，就是汤稍稍多的。那就炖呢，炖烂乎点好。稀的，我爱吃烂乎的。别给了，这汤还多呀？这汤都快没了。干不干锅呀？啊，干不干锅呀？那能干吗？我这瞅能干锅。那别干锅，也得留点汤。都要好了，你不是说大家就爱看好吃的吗？欢迎走入李玉刚的生活，第一期美食与我，美食与我，对，哦，舌尖上的我，对，舌尖上的刚，我的舌尖，刚的舌尖，大姚，大姚，举瓶吹呀，渴了。走啊，农村溜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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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呗，看看苞米地，啊，豆角地，茄子地。培刚，你们家是这样吗？我们家也这样。你们那儿？啊，地里边也这样。哦，种玉米的时候种苹果树。里边也这样。哦，种玉米的时候种苹果树。不多，就。没多少数了，那没问题，咱家粉丝就全给你包销了。哎，因为我爸妈年纪大了，种不了。啊、哦，啥时候我给你卖卖你家的玉米吧？不啊，真是东北都是平原啊，都是平原。嗯、你们那边有山吗？啊、嗯，影影绰绰的山，是吧？丘陵，看，这都是、啊、都是这样，一望无边的平原，大平原一望无际。在这溜达溜达可舒服了。嗯。哎呀，这棵树上百年了。多少年？上百年。上百年才长这么高啊？那这个树种的原因是？它也长得挺慢的。因为它往四边长。嗯。哦、它不是长枝干。那它根现在就老大了。是吧？这个树根啊。说衣服挺好看，今天，嗯嗯，凉快。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自然。
是吧？生活。红彤彤啊啊，那烧鹅怎么样？硬不硬？不硬。没喝酒。不是喝的，不是酒啊，喝的饮料，汽水，汽水，大窑。这家没人住，是吗？嗯，有人。啊，我看他家那两朵小花挺好看的，这里头有人，我想摘一朵花。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不要采，不要采。倒一个来。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我要交代。虽然已经是百花开，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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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不采白不采，采来夜晚采。记住我的情，记住我的爱，记得有我天天在等待。我在等着你回来，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走，采花去。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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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已经是百花开，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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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边的野花儿你不要采，不采还不采呀，采采谁不采？记住我的情，记着我的爱，记着有我天天在等待，我在等着你回来，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往这边走，从那条路就能回去了。哎，这歌好像没人翻过是吗？没人翻，哎，好像真没人翻过。其实它就有点这个民间小调的感觉了。哦，爷们儿有人翻过没？有啊。那都唱不过你，然后对的口型是，我炸米案那个对口型那个，啊，这收益最大。哇，这就是个苹果树是吧？不是苹果，其实这个这院咋这么小啊？这是苹果吗？这个才是我的家啊！苹果树这个，我当时就是小的时候在这儿，这就苹果树啊。然后就啊、哦，你有张小时候照片在这儿拍的，是不是？然后后来就从这儿搬到了朝阳坡去。从朝阳坡又到红土岭，然后后来我又去了北京，这就是我的成长轨迹。哎呀，人生啊不禁混啊，两句话20年过去了。对，两句话20年，一混岁数这么大。你们说你30多了，问你30几吗？35。那我咋回答呀？今天辟谣了，35。是吗？今天辟谣。别人问我多大了，我咋回答？35。啊，你反应快。啥呀？啊，别问。哎呀，李玉刚你多大了？刚三十。那么大。不大正当年华。哦。哎你看这画面。老人一个小狗往这看，那边一群鸭子。嗯，这画面挺好。对，剩下这全都是。拍个照片哈。现在啥情况？现在15万。粉丝还在吗？还在。粉丝都看了我一天了。大家粉丝看了。主要你直播太少。时间长。一年直播两回。好。这幸亏看的是这个带色的，不然他以为你举个啤酒瓶在这干呢。你小的时候饮料瓶子就这么大呀。是。哎，那个山楂器你们那边有吗？没有，我们小的时候是喝大白梨。大白梨，大白梨，沈阳现在还有呢。跑了，回来，粉丝追过来。行，回来来，跟他拍一张吧。就是咱绕到村里面，那个绕家里一块儿。不要跑。行，在这儿给他拍一张。镜头。对，来吧。你的歌他都会唱。是吗？我的歌不是都会唱。会几首？
说一说。一首。哪首？万江。哎，万江。嗯。小孩会万江。啊，一会儿那个啥，哎呦，等会儿啊，我那个手机有点卡。唱两句。没事。开头的那个开头那一段，哎，不敢，快点啊！你这个好，在原唱面前害羞。这么漂亮，我姑娘得学第一首歌就是你的歌。啊、嗯、啊，来吧，红日升在，来一二三，红日升在东方，七大道满霞光。妈呀！别好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姑娘来，你别哭了，别哭了，来下个姑娘来，唱的挺好，拍了没拍上呢，没拍上呢，挺好、啊、好了，先拍照，先拍照，来来，一二三，去吧，谢谢、啊，继续唱，谢谢拜拜，拜拜，拜拜，这院子也挺大，这应该就是剁那玉米剁的吧？哎，现在这屯子叫是吧？啊，屯子，这屯子那咋样的经济啊？屯子经济啊，还行，这领导百姓来了，不是，日子原来好过，体恤民情啊，这看过得咋样嘛、嗯？过得不好，你能给补贴点投点呗。日子比原来好过，社会进步了。你看盖房子就看出来，苦一点，过得反正都挺悠闲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年轻人基本上都离开农村，未来还是城市化了。再过个若干年，农村将消失了。那没有办法，这就是历史的进程。不只是农村，现在就是四五线城市，年轻人都很少看到他，除了过年之外。看他家的花还挺多。哎，这家整理挺好。老吗？啊，老吗？你家在这儿住哈？不是，我是来出门的。上门来了。啊，我说咋不认识谁？啊？你说不老哈？不老不老不老。哎呀，因为蛇呢，他挺遗憾的。哎，不老啊？你咋还不老呢？这么多年回来老是这样不变。哎呀，我和金星生，你说就这么溜溜达达走，十多万人跟着我们，对，我都感觉怕我走丢了，我都感觉对不住大家。哎呀，行，跟我感受感受农村的生活吧，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日子，因为很多都在城里长大，他没有这种生活的经历，田园般的生活，挺安静的，安静。也安逸，你看看，每家都有几条小狗。哎呀，都在看小黄、小白，吓跑了，退休了还。小黄、小白，他俩同时行动呢，能看到他们吗？能看到，能看到，能看到。小黄、小白，不行，口令不行，口令不对。好了。走，吹走。这花多，开这花。路边的野花，你不要。统称野花。这什么花不知道啊？不知道啥花？百合呀。不是不是，这个、我告诉你啊，我家那个。问问他们，咱们打赌是不是百合？来来来，一百万个不是百合。我去敲门去啊。有点像黄花菜呢。我哎，黄花菜，你说对了，就咱吃那个油，吃那个豆腐脑里边，它就有这个东西。油条豆腐脑里边、啊、吃的呀，哎，有这个是，它要黄花菜有这样，你看、啊、你看看这个是不是黄花啥花啊？黄花菜，你看看黄花菜就是吃的，大伟哥也说百合，黄花菜是长这么漂亮，对，这豆腐脑里边放的很好吃。王东东又跟人聊上了，遇着美女必须多聊两句。哎呀，这不是小林子吗？这你家住这儿啊？哎呀。你家养了多少小狗啊？三个。啊，三个咬人不？不咬。啊，我跟他也从小一起长大的，从小一起长大，他比我小。啊，你家就住这儿？嗯哎，你家怎么养了这么多什么呢？有牛。有牛。啊。还有啥？这牛和小鸡。啊，牛小鸡儿。
牛今年是不是掉价了？嗯，掉价了。苞米也涨了是吧？苞米现在也不太贵。多少钱苞米？得一块几了现在？那也不贵。不是牛掉价了？牛现在价不太好吧？不太好，不知道，我们俩最近没有卖的，全是。你好像都赔了养牛的。这小狗谁家的？我家的。啊。是咱们。是吗？啊、哦，这也不咬人吗？不咬人。啊、哦。你看那小尾巴，它不怕人。不怕。摸它呢？也让摸，让天天上哪上大草原。是吗？嗯。哦，那它今天又得去了。因为我们没有出去。哦，肯定没，咱也往那跑，是吧？哦，那天天牛你养啊？我俩，啊、哦，你和你对象、嗯。哎，那边还有孔雀吗？那是还是也？那个不是孔雀，那是珍珠鸡。珍珠鸡啊、嗯，那个蛋能吃不？珍珠鸡？啊？能吃不？那个今年新养的，我还不知道它下下不下蛋。挺能干哈、啊，养这么多，啊、嗯。嗯他很有爱心，你看小狗他也养、嗯、啥都养动物啊啥的、嗯、一会儿没事去溜达去哈、哎、好嘞好小玲子再见、啊、去吧回去吧回来好、啊、听你们的这小狗你养了多久了他养几个月这个大的呢大的也去年抓回来的从哪抓的那个别家要的这儿呢这儿呢咋的了？哦，哦，跟你好不？那行。那个是他的孩子啊？不是，都是啥了？都是别人要。哦，他还挺愿意养小狗的，嗯、有爱心，嗯，善良，特别善良，嗯，啊，从小一起长大的。嗯，小狗。从小一起玩。咋了？我饭了，饭好了。饭好了啊，刚到啊。哎呀，走吧。回家里随家里说好饭了。哦，是在外头吧还是屋？在外头吧，两桌是吧？我寻思你要这屋里那就没事了。啊，就在外头多好啊！又见面了。我看刚才那个这个大姐的那个手机没弄好，你想加微信给人拍照片了是吧？啊，对呀、啊。啊、哦，看这大姐长得还行哈、啊，我就喜欢这女的嘛、哎。多少人？多可爱呀、啊！16万，天哪，16万人看着我走路聊天。哎呀，等不到，等会儿吃饭，我估计得有20多，是吧？又去来吧，是得上20。来来来，我来盛吧，啥时候盛啊？妈，好了，来拿那啥，我来盛。好了，哎呀，大哥，哎呀，手机没电了，得给我找个充电宝。手机没电，没事，咱该成成，让他们差不多就。先二台就一个，他那是不行，我只啊有条有条。先给我拿了这个线。哎呀，你干活这个莽撞，本单的行不行？忘了手上拿一个这个。来了，来了。李大厨，今天咱们第一道菜是什么菜？排骨炖土豆。哦，那个绝对是王牌。这个土豆用的是哪里的土豆？就是用园子里种的土豆，自己家种的，自己家的，对，地里的本地土豆，本地的，本地的。啊、哦，哎呀，哎，大伟哥，给我拿个筷子，我应该先尝一下。快，越快越好哈。对，一般专业的大厨就要试一下味道。来，给我拿铲子，你尝吧。拿铲子，先尝一个。这个就交给我了，不用你们管了啊。好嘞。哎呀，来，这香味儿。那这回我就有权了，我先尝尝土豆。好。烫着。咸淡的。整好了，现在。嗯。那咋还能？比刚才淡吗？你没有，刚才磕的汤，这会吃的是菜，肯定是那个啥，咸的不一样。今天你对付他啊，他来是抬杠来了，是不是？啊、嗯，黄东东从沈阳来抬杠了。现在是中央铺杠杠王，杠爷，杠爷。浪浪的，你看，别往锅里扔啊！白扔的。扔哪儿啊？你扔先扔外面，我们收拾了。施化肥，施肥了，施肥。不，你扔那个炉子也行。
都是给烧了。烧了。咋烧了呢？刚才那小的没问题了，我不知道这大的会不会。大的都熟了。没问题，没问题。不行，你我那个有人端盘，不行。不是。别烫手啊！你别管他。是咱老师每天做饭的人，这点活还弄不了。哎，太烂了，土豆碎了啊！土豆碎了也好吃，那碎土豆才香呢。哎，贾玲他们演的哪个小品来的？一走一走，那个豆腐啊，完了后来摔了，豆腐脑，我又摔豆腐脑。哎，都成一个里头吗？你成一个里头，咱去头里边分吧。啊，都成一个里头。别扣了啊！怎么样，大家闻着？哎呦我，来来来，跟我来，那你也弄不动，得咱俩，那我就快了。你撒手没事，你可以吗？一个人没事，俩手端没问题。快点啊，一会儿这盆子老热了，铝穿热老快。不会不会不会，哎呀，掉一块给狗吧。小玲子，把那狗整过来。哎呀，还爆米花呢！哎呀，哎呀，哎呀，都弄完了，啊、弄完了，你、啊、这，哎呀，拿走吧，这我吃了。来吧，妈，快捡了汤什么？你来了啊？那谁呢？谁？你给你儿子打电话呀？来了，我不知道。今天回来的，他肯定知道我在这儿。是啊，让他来，来吃饭了。哎呀，吃饭了，没来，就是有事啥不行。有工作呗。嗯。他没来。哎，在这吃呗，老爷。哎呀，这小孩你看看，不留着。你孙子，外孙子。说啥就好，说啥就好，你跟啥就好说。快说说啥就好，说他不想走，哎呀妈呀！你说你说啥就好，你说就不想走啊？挨干啥呢？啊，没有礼貌，快走，是找人接看。来吧，看看啥菜。哥，我要来呀！来，啊，那啥，哎，陈鼎，陈鼎呢？屋里。充电去了啊！把俩车往外开一开吧，当面的宽出都开院外去吧，都开院外。这个钥匙呢？这个钥匙给我。啊，你给我看看啊。这个桌子我看看，哪个桌？哪个桌？哎，要吃饭了，终于。20万了。哪个？那个我不知道啊。你也不知道。应该是。来，问他撕呢？撕吧。咱俩这哥啥意思啊？好嘞。拍个照吗？是吗？您是？好。好朋友小舅，你是这个队吧？嗯呐，这九队儿。九队的，来吧。谁家的？手机给我。他老开往哪边去？你二大儿子。啊。谁家的？老燕，你二舅那大儿子，是不是？哦，是吗？是啊，是。来吧，好，来吧，来看这儿啊，来，一、二、三，好，感谢，行，好，那好了，啊，拜拜。一说吃饭就来劲儿了。哎，那个桌放这儿得了，省那里太挤兵了。那还有灯。啊，是这样啊。啊，行，你们定，一会儿这儿也有灯啊。对，那不行，就这个亮。哦，行吧，你要是叫个灯，听你的。啊，听陈淑云的，走吧。我抓紧把菜拿上来。大哥，这边挺好。哪儿啊？文明家庭，干净人家。啊，这要俩灯。这还有给那什么给奖励呢？哦，大哥在这边关着。21万，也行，21万，可以，应该掉个个，来吧，来，黑刚去帮忙去，来，啊，这底下腿是死的吗？搁上面。
不是，试试，有点，不是，是什么？对面，对面，腿咋的？把那个调这边了，这大肚子上来，把腿拿过来，来，把腿拿过来，来，把这个抬过来，你们去弄吧。来，这桌放这儿，得搁平铺地方，这桌子啊，那个行了，对，行了，行了，行了，平铺那边架都削点，可以，可以吧？对，刮天给这薅过瘾了，这个还是来，这个往这边来一点，都是不用的，来，这有个板儿，等会儿我看看，就是这边这边是天津，这我那家纸巾不够，行行行行，不是，应该往这边来一点，那是太紧，来。好，再往这儿一米，我抬下你。好，对，这边再往回20公分。是不是那时候我在这边就有你了？我们施工队儿的，是不是有你？这么准确，给你干活太不好干了，这咋的？哎，不行了，还得有点话。电，解决一下。这块看看，来这个板能不能垫下去？来来，那个板儿咋了？有板儿。对，垫底。不，这垫底儿。这够了，这是够了吧？没事。然后这儿也得再垫个啥？好点，可以垫个啥是？来抬一下，刚才是不是震上了？有，震上了。好，那就可以注意就好。行。哎，冰柜里可以，来，冰柜里放饮料了，放什么？啤酒放没放？啤酒这边就在这儿，大缸里震着呢。但那个未必，大伟哥你。红彤彤，啤酒看放冰柜几个？这先冰着它吧，放冰着呢，马上就那啥了。走，跟我看看啤酒去。是啊，来，我看看怎么样。这个太冰了，这个好。哎呀，搁那玩意儿。加上点儿，捏捏头。啊，头可以吸着眼，对。哎呀，种园子就是这样的。哎呀！哎，不行啊，下雨。这边有吃的，可别交啊！神奇米，好，神奇米，哈哈哈！那这里凉快一个，太凉快了。啊，现在这水把把凉了。对，这比冰箱还好呢。地下水吧，那你拔一会儿，拔一会儿，再拔一会儿。下面那个是不是已经好了？哎呀，这比冰箱还牛的，但是这个比冰箱来的快，但是比冰箱来的快啊。比冰箱来的快。人家想唠了，你看。可以了，老师，可以了，可以了。哎呀，完了。弄浇那个浇会儿，浇会儿，火儿。吃饭吧，二叔啊，吃饭吧，吃饭。关了，关吧。哎呀，啊，没事。哎呀，这么都是菜，这面啥玩意儿啊？来，别动啊，凉，擦一擦。啤酒瓶子多好。这水咋这凉啊？啊，那水老凉了。井里面直接地下水，过得太凉了，这水。收获是不是？太凉了。问问我的粉丝是不是馋了？是不是洗脸？你给两张纸给妈。理他理。给老妈来。不用了，打鸡来了。不用了，不整，脏，都埋汰了。就不整，就这样。那就反了，对对面就好。对，哎，不用整了，就这个就行。哎，咱今天就。就是绿色的，绿色的，自然的，随便吃，全是肉。妈，继续弄菜吃。就有一个蝇吗？你直接打。就这一个苍蝇，不打了啊。如果哈，对，过年让他领海老的来。对，我们管苍蝇叫空姐，让空姐在这待一会儿。
好像有点偏吧？来往我这不是你那个菜摆的也偏，现在不是菜马上还来呢。是，我知道，所以说它有点歪栽的，还得往我这边再来一点。不来到这大呀，这块大。我觉得那块就大。这块大，差不多。妈妈别动啊，那是你的感觉，差不多。就是那边稍微小一点，我那边整个圆规呀。不是，整个圆规。这都是一样。哎，你看那边就在。我怎么想好多年都没听过圆规这个词了呢？现在小孩用圆规吗？咋不用呢？用啊，也用啊。数学他得用啊。看来你儿子没用过呢。啊，我儿子学心算呢，用那干啥呀？这是谁家？老师，老师家。我家。我在东北农村的家。啊，现在还有多少人呢？22万。啊？22万。你咋早不说呢？都已经这么多人了。20万人。我好好表现表现，多干点活。哎呀，对呀，快到50万。那个啤酒那里了，搁着几，搁着几箱。成两份了，太多了。那打酒在哪块儿去呢？那快！咋还偷吃呢？干活干着。饿了。那啥打呀？能干那么快呀？我们灌酒啥的，都是拎着的。啊，这个。妈的，打一个得多少钱呢？别都打开嘛，罐头罐头给他们留着呢。他们打的菜，那个花好像算不用凑啊。罐头是给你们留着的，小孩吃的啥的，别都打开。那个大锅够不够？对对，打点。够了，那这都够。不够。整点蘸酱菜，蘸酱菜有。蘸酱菜是，哎，蘸酱菜有没有啊？蘸酱菜，蘸酱菜，大葱蘸，我同意。大葱蘸酱，干豆腐。那地里不有个事吗？想泡啥泡啥。先不用蘸酱菜，一会儿谁自己弄去。他进不去了，地里薅去。他进不去了，强。他现在葱快了。哎，这西红柿，我买了。二锅头，你去拿去吧，拿几瓶放上，管他谁。我去拿去。是吧？哎，这弄得干干净净的。其实都没有必要太干净，为啥？因为你太干净了之后，你就适应不了菌群，适应不了菌群的话，就爱生病，是吗？对，为啥？就农村的孩子人皮质比城里孩子皮质，就因为他适应菌群。对，农村孩子不爱吃，当年吃土吃啥？那老皮质啊，就现在就老明显了。就我养完孩子之后发现，是吧？嗯，你家孩子就不行，就不行了。他妈给他整的太精了。你又赖他妈了？他不赖他妈赖谁呀？他爸给他整的太精了。可能撇清责任了。我是负责素质教育的。来，扔它，扔垃圾桶里去。不在何方啊？一会儿。一会儿天就黑了。对。23万。23万。我一直想下播。23万看老师在这儿擦杯子。23万人同时在线看我，哎，23万人同时在线看我刷杯子。啊，你说这是行为艺术啊？行为艺术，对。往这盒里头发。24了。24万。嗯。看我擦杯子。用力点，再来几个。能不能？合计，这是搓砖头，哎呀，排骨来了，快给我！哎，这碗好看。对，排骨，这是硬菜哈。排骨放上。那个，这胃里好像搁不下了吧？啥玩意儿啊？哎呀，我放了不少了，冰箱里剩了，冰箱里剩了。这是你们买的？谁买的？那是？买的这个啊？对，我买。你这金大蒙谁喝了？知道这叫外号叫金大蒙吗？对，喝完就蒙。你看，我这缸里这几个吧，这我缸里扔了。哎呀，吃一块豆腐不行，太馋了。
听见一下。一会儿不行，把电风扇插这嘎、个、能吹着，能插一下。味道怎么样？那我煮的，我有一半功夫。哎，鸡蛋。哎，这干豆腐太好吃了。妈呀，陈树元，快点儿，你分桌吧，你跟谁？看都哪儿坐哪儿。来啊，老师报菜名，粉丝点项目。你们几个连长春这几个客人坐您这大桌上吗？少年二舅啊，帅，你跟那年头三舅老舅来往这边坐，我在这个桌，不用三舅老舅上那桌，咱肯定坐大伟哥那桌去，大伟哥我得给你们也大伟哥你往这儿喝一点，没事没事，你坐你先坐那边不就好了吗，先坐那儿啊，来来吧，坐来吧，三舅老舅，三舅啊啊，伟哥，好、啊、来，我跟啊，然后东东，哎，你就坐大伟哥旁边，我大伟哥挨着我的舅舅，你坐我这儿，三舅你坐那儿，哎啊，你坐这儿，东东坐，请坐，请坐，啊，来吧，我在这儿，哎、那个看看谁喝酒的就坐这儿，啊，黑刚一会儿你们坐那边，啊啊，咱们就吃。我们小孩一桌。妈，这话让你说挺洋气，小孩，这小孩儿关键不喝酒，是吧？妈，你坐哪儿啊？妈，我坐这儿。你，我们这桌开桌了，你先给。坐吧，你坐吧。你先给唱一段，我们要不然不吃。快点，26万人等着呢。26万人。啊，唱啥呀？厉害。唱一首那个《梨花颂》。梨花颂，梨花颂可不会，唱一首那什么了，祝酒歌吧。我妈会唱那个那啥，哎呀，我想起我妈那个唱的最好的是哪？不还有菜呢啊？还有菜，还有啥菜呀？还有酸菜，还有个豆芽，是吧？把这空都补上啊，行吧？行吧？整点，整点，整点，这空得补上啊，别别，是，还有菜，不能露桌面啊。28万了，28万，点名要听报菜名，这个传统曲目。两个花生米啊，咋报我还得报出那个那啥来呀？蒸羊羔，对，这是蒸熊掌啊，这个是蒸鹿仁儿，蒸鹿仁儿。这个呢，你学校蒸熊掌，排骨土豆，这个排骨土豆，有炖菜吗？报菜名里边有炖蒸花鸭，炖花鸭，烧花鸭，烧花鸭，对。哦、就这一个酱鸡腊肉松花小肚，都东北菜，是东北菜，酸菜炖粉条，啊，小鸡炖蘑菇，啊，没上来呢，还有呢，你得坐这边啊，喝酒，是，咱这有位置，那就跟大家说再见，不是到30万吗？现在多少了？29，马上，就舍不得，那菜齐了就下。太齐就下，那我不管。对啊，反正啥事下你定。等着蘸酱菜一起来呀，蘸酱菜来呀，等蘸酱菜一起来得。蘸酱菜，哎，这个可以呀、啊，大酱呢？这个新一老的模式是刚贴六。大酱们呢？整点大酱。来吧，东东，你去把那个拿来去。那个能拿吗？可以，倒一点、啊、我不提就行。啊啊，那行啊。没事，交给他。坐。我炫一个，可以，可以，非常好。先到这，先给舅倒，先给舅倒。不，你先，咱得懂规矩。那些是没有，这我不是我弟弟，我那个几舅，你帮我分别介绍。三舅，老舅，三舅。这是什么菜，阿姨？你好，哎，三舅好，这是老舅，这是炒酸菜，不是？是吗？不是炒酸菜，不是炒炖的。这几舅啊？不是，这个。我朋友，我朋友，我老板，来，哎，这是我来点，我二哥的儿子。您说到多少？好，不开车就晚上。来，给二哥倒满，来一个，别倒满，别倒满，马上二哥，给二哥倒满，倒满。二哥酒量一般，二哥倒满啊。我知道二哥酒量一般。妈，你看，
这还有呢，我二姐。这还有呢，等会儿那个小哥他们招那个。我给你。陈志伟，小哥的那个老姨他姑爷。可以啊。陈志伟。那谁呀？我陈志伟。不是，打电话呗，就找是不是蔡奇了？还缺一个，这边行，还有谁呀？没呢，多少了？27，27，就他妈干饭钱还降了，那不得三舅子？好，丸子你整半家了，来吧，跟大家说再见，跟大家说再见，都吃晚饭去了，好吧，吃饭了啊，再见了，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家乡，我们家里人也都给他挥挥手，来，拜拜，好，下播了啊，谢谢，拜拜。